钥匙发动，跑车低沉，引擎声顿时吸引全场目光。新旧跑车一字排开，150台，总价值超过5亿，相当壮观。试管的话是5000 CC 的。不止新车有看头，还有许多是老车，外观内装全原汁原味呈现。那这个都是核桃木的，那全车那时候都是手工打造。 老车一跑34多年，44万公里，这岁月已经把婴儿养成大人，一台车代代相传，爱不释手，视为珍贵收藏。还有玩家特别从日本拍卖会买回一台有51年历史的古董车。它的马力事实上以当时来讲，快接近300匹了。当初买是因为喜欢它的线条，很长的车头啊，然后短短的。 车尾，不管是哪个年代的跑车，都有人拥戴。玩家以车会友，好几栋房子在路上跑，让民众大开眼界。记者陈淑敏、陈国仁、王世涵、彰化采访报道。